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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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安。睡醒了吗？午安。有啊，拿给你看。什么？我要吃零食。啊！一次薯片，这么你没有穿薯片的一次薯片。帮薯片打广告。好吃吗？两个。哈。还有谁？海燕。没有穿过。哦，你穿裤子啊？我还笨。我没有，还有没有穿裤子。惨了喽，惨了喽。Okay, Ryan. It's okay. 要穿好了吗？你穿好裤子了吗？三四五。我给你穿裤子。Daddy, 你在哪里？我给你穿，我给你穿。在家里哟、哦。教你这样拿裤子，可以挺好的。哎，这边要怎么用？就是跑进来。老师，等一下拿什么东西？啊！乖的吧，你分你先吧。小鸡。什么？你穿好裤子了哈？我全部人看你啊 ！Ryan 午安。Ryan 午安。哇！圆圆，然后拍那个厨师的。我跟小鸡讲午安了。来，开始啊！OK， 小朋友们，要开始了吗 ？Shall we start? Yes. 哦，没有完了啊。嗯。OK， 欢迎你们来到又是星期四的这个 DEP Science lesson 啊。OK， 今天呢，因为GAWAI啊，就是丰收节，马来西亚的丰收节 Harvest Festival 要来了，就是6月1号哈。所以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来做关于GAWAI这个丰收节有关系丰收节的一些实验呐、啊，好，然后呢，我要给你们解释，大概解释，什么是丰收节 ？OK， 丰收节 ，Harvest Festival， 丰收呢？你看到这边吗？这个这边有个稻米 ，OK， 这边有个稻米 ，Paddy Field 啊，是一个叫什么稻田的，看到有稻米吗？稻田里面的稻米。所以呢，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亚洲人啊 ，OK， 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啊、可能日本人啊、新加坡人啊，很多国家的人都是吃饭的 ，OK， 那个米呢煮好了过后，熟了过后就会变成饭哦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米还没有收成的样子 ，OK， 它就是要熟了哈、哦，然后哈、哦，农夫呢就会把它收成，把它割收割 ，OK， 收割。割下来了，然后就跟它处理，然后、哦、最后就变成我们吃的那个米饭 ，OK， 一粒一粒的米就是这个的 ，OK， 看得到吗？啊，我 stop share 一下啊 ，OK， 这个就是米，看到吗？你们每天吃的米饭 ，OK， 这个就是米啊 ，OK， 我们常常吃到的，几乎每天都有吃啦。然后呢，我要 share 回去啊。OK， 然后呢，这个节日呢，就是
就是为了要庆祝哈、哦，农夫哈、哦，他们每一年啊，只有一两次收割的时间，收割了他们很累啊、哦，他们就很开心哦，他们就可以哈、哦、拿那个米呢去卖，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咯 ，OK， 然后他们呢就可以庆祝咯 ，OK， 庆祝他们已经收成他们的所有的农作物，所有的米 ，OK， 然后呢？这个丰收节在马来西亚呢 是从达雅民族开始的。马来西亚有很多民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就是在东马的少数民族就是欧兰达雅。OK， 你看这边小孩子、哦、他们的传统服装是这样子的。OK， 这个比较现代的小孩子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呢，你看这些达雅，这个很像那个刷黄啊，好像小鸡厉害了。OK， 你看、啊、你看到吗？他没有穿，他穿衣服哈，没有穿完的，就是已经住在森林里面的人哈、哦，他们哈、哦、是没有受教育，然后他们也没有机会去读书，他们知道东西也不多，哎，他们就是很简单的，穿衣服也很简单，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传统的服装啊。OK， 只要给你知道认识一下达雅的这个民族哈、哦，达雅哈是他们开始庆祝这个丰收节的。然后呢，马来西亚有两个地方嘛，一个是东马跟西马 ，OK， 我们住在这边是西马，我看最后把住在这边，我们把住在这边啦、啊、，OK， 看到我的 mouse 吗？这边 ，OK， 这是我们住的地方，然后东马就在这边啊，其实丰收节比较大型的就是在这边啦、啊、，OK， 因为住在这边的人大多数都是就是什么声音啊？可以mute掉。是什么声音啊 ？OK， 然后呢，大多数住在这边的人呢，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种这个稻米为生的，所以呢，他们就庆祝这个丰收节，庆祝到比较大型。OK， 每一年他们都有很多唱歌跳舞啊，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丰收节哈。然后明天呢，清慧老师会跟你们更加详细的解释什么是丰收节。我大概想要给你们分享的是哈，欧兰达亚就是这个达亚民族呢，他们的传统食物是吃这个，你看到吗？这个是竹来的 ，bamboo，OK，bamboo 竹筒里面的饭跟鸡肉，他们把饭米啊，他们把这个种好的米，收割的米哈，然后放在桶里面，这个竹筒里面，然后哈也放鸡肉在里面，然后煮啊，在这个火上面烤。好久啊，就可以拿来熟了，就可以拿来吃的 ，OK， 很好吃的。店长原本要去买的，在埃丹那边有卖，可是我问了人，他们讲没有，还没有开啊，全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然后呢，其中一个很出名的这个达雅民族，他们住在这个长屋哈，叫做 long house，OK，、okay? long house， 你看这个他们的屋子哈，很长的，连在一起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他们的朋友们、亲戚们、邻居们，全部是住在同一排的 ，OK。所以呢，有很多活动可以在这个长屋里面做啊、哦。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出来聊天的 ，OK。所以他们要找彼此都很靠近的，所以他们是很团结的民族来的 ，OK。他们都是住在 long house，OK，、okay? 就是长屋 ，OK。讲完了过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做我们的实验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黄豆？你看黄豆吗？这个黄豆 ，OK。这个黄豆你看到吗 ？OK， 这个叫做 soybean 啊。今天除了讲米饭 ，OK， 除了讲米饭，也有讲到这个黄豆啊。OK， 你看，第一我们开始讲到米饭了，对吗？收割也是讲到米饭啊。接下来黄豆也有讲到，为什么讲到黄豆呢？因为呢，黄豆在西美国家那边种很多，在中国也是种很多。所以这个也是要收割的 ，OK， 也是有收割的时间，所以他们也是有庆祝的 ，OK， 丰收节。然后呢，最精彩的就是这个 popcorn，OK，、okay? 这个也是等下我们要做的实验哦，我们要拿来做 popcorn，OK，、okay? 这个也是农作物，也就是农夫他们要种了，然后要收割才可以拿到的 ，OK。全世界产量最多的就是这个 corn， 你们吃的爆米花，你们吃的那个牙膏都是从这边来的哈 ，OK。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一个实验啊。来，你过来这边看看。OK，
我们第一个实验是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做Uba， OK？ 日本人传统的食物是用黄豆做的， OK？ 其实在我们这边呢叫做岛鸡，你看过这个岛鸡吗？ OK？ 这个岛鸡有吃过吗？刚才日本有做了一点了的，是这样子的， OK？ 我刚刚做出来是这样子，工厂做的是这样子，我做出来是这样子， OK？ 现在我们要现场做一次。 要怎样子做这个东西呢？妈咪们，你们可以看啊，你们以后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嘞，不用去买刀片，很贵耶，一斤都10多块，知道吗？10多块还是脆的嘞。OK， 我今天呢，我没有打算搅豆了，其实它是这样子哈、哦，黄豆呢去搅，搅了就变成黄豆水，你要掺水搅了 ，OK， 然后好黄豆水了过后，就放在这边锅里面煮它，然后。 它就会形成一片皮在上面 ，OK， 有风啊、哦，你看上面有风啊，上面有风扇啊 ，OK， 有风扇跟下面呢、啊，在煮的话啊，它差不多几分钟过后就会形成一片皮，然后你把那个皮捞起来，吊住 ，OK， 吊住吊在这边哦，吊在 anywhere 啦，可以给它晒，给它吹风，它当然就是变成倒闭了咯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啊，我。 我今天不用搅豆，我去买这个羊蝎村的这个豆奶 ，OK， 应该就可以了的。Sorry 啊，太烧了。反正我在等你们的时候哦，我先弄烧嘛，先结束，先弄烧。 OK， 现在只是不要给它这样烧而已啊，我把水倒出来。OK， 等一下呢，先倒豆浆看看，看到吗？我倒豆浆下去啊。店长第一次煮东西啊，第一次下厨啊，不好意思啊，有点乱。 OK， 现在我开火给它煮啊。OK， 它的道理是这样子哦，只要是有风 ，OK， 有风在吹哦，吹在它的表面上，然后下面不断的在煮它 ，OK， 它慢慢的就形成一片皮 ，OK。 因为要等嘛，哦，所以我们先做另外一个实验哦，在等的当然 ，OK， 我们先做第二个实验，就是 Dancing Rice，OK， 在这边做哈，那个给它罩住那边啊，我没有去动它，等下有皮啊，你给我讲哈 ，OK， 来你 spotlight 这边，在等的当然我们就做这个 ，OK， 这个是水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跳舞的米 ，OK， 因为米啊是全世界啊最多人吃的。 就是粮食哈，所以呢，他很开心，他要庆祝一下，他就跳舞咯 ，OK， 他要跳舞了哈，要怎样给他跳舞呢？首先你要放这个苏打粉，连长常常用到的科学实验会用到的哈，过后呢，搅它，把那个苏打粉呢溶在，给它溶在水里面啊，给它和水这个溶在一起。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买了这个糙米哈，院长买这个糙米 ，OK， 这个也是米的一种来的。因为呢，这个白米跟这个糙米其实两个都是米，但是糙米呢会比较健康，白米就营养没有这样多 ，OK， 可是糙米会比较健康啊。实验只可以用糙米，不可以用白米，因为白米很重。
现在糙米它有外面有一层轻轻的壳哈、哦，可以给它铺上来比较快。你看啊，我现在放了糙米对吗？接下来呢，我就要放白醋 ，OK？ 但苏打粉呢和白醋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二氧化碳，产生很多泡泡。 然后呢，那些泡泡呢，那些二氧化碳呢，就会把那些糙米啊、哦、给带上去，拉上去，然后又掉下来，拉上去掉下来，因为泡泡哦，它会破掉的嘛。OK， 它破掉，它就掉下来咯。你看米是不是在跳舞了？有吗？你在跳舞吗？你在跳舞吗？ 漂亮吗 ？OK， 你要不要给它变颜色？需要换颜色，要加点颜色吗？我们放青色了吗？放青色什么效果啊？OK， 看到吗？这个就是跳舞的米，没吗？没的话点头。我是看不到你们呐。Anyway， 还有一个方法。OK， 现在呢，这个 con 呢，这个 con 呢，爆米花呢，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米可以跳舞，我们不可以跳舞 ？OK， 他们也要跳舞现在，所以呢，院长没有办法，就准备另外一杯水在这边，因为他们也要跳舞嘛 ，OK， 所以我们也给他们一个机会跳舞，好不好？要看吗？不空跳舞，我放苏打粉，然后再搅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就放，我们要跳舞的泡泡下去，啊，他们要跳舞啊，他们要跳舞啊。接下来，剩下来我们等下拿来做泡泡，啊，然后谁乖我就给他吃，我送去你家给你吃都可以嘞。你看啊，我要倒啊白醋。 包括你会跳舞的，看到吗？要不要放一点颜色？你们要放什么颜色？嗯，粉红色好吗？ 再放多一点嘛。OK， 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原理就是呢，当那个二氧化碳呢，泡泡它一直要跑上去嘛，因为我放了苏打粉跟那个白醋，所以就产生很多二氧化碳。你们喝的汽水呢，就是这样子来的，就是在喝这些 soda， OK， 苏打。然后呢，你看到吗？当它气体哦。 它其实是很多气体包着那个米哦，拉上去上面，但上到上面去呢，有些泡泡就会破掉，然后就没有支撑了，然后它就会掉下来，然后过后呢，在下面的气体又把它拉上去，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样子 ，OK？ 啊，你们转过来先，啊，你 spotlight 进来边一下，雪婷。 Spotlight 换一下 ，Spotlight OK， 看到吗？现在
Okay, 我换一下啊，等一下。 可不可以看呢？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不可以看呢？啊，看一下，这是不看，可以都不看啊。看以前有在开的，看过去去。啊，你看，现在有一层皮啊，在上面，你看到吗？有慢慢你可以看到一层皮啊。你看啊，我动它一下啊，看到吗？它是一层皮来的，一层皮已经浮现上来了。OK，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肉粑。 也是我们华人吃的倒鸡 ，OK， 豆汁皮就是这个，也可以叫做腐竹。OK， 等一下子我们要捞了哈，看我关掉它了，应该差不多了。你看这个，明白吗？ 哇，你看那些泡泡，你还敢喝多多汽水吗？OK， 看回去这个倒鸡啊。OK， 妈咪们，你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哦。你看，其实是很容易的，买这个回家就可以做了，羊蝎橙。你看，我帮他打广告一下。OK， 店长是第一次为你们下厨的，我没有做过这些东西的 ，OK， 这个是第一次的。不过其实，你看啊，我要收割了啊，那我收割这个倒闭啊，你看啊，我要割掉旁边了，因为它粘着这个锅，割掉旁边啊，给它不要粘着这个锅。 接下来呢？看到吗？拿上来是这样子的。OK， 可以吃的嘞，这个真的是可以吃的。然后呢，等快一点啊。 在工厂呢，他们做上来后呢，他们就会把它调到这边，OK， 调到这边，然后给等它干，OK， 这个就是它干了，就变成我们所谓的腐竹倒鸡，OK， 很有营养的嘞，这个东西是很有营养，很多很多 protein 的，OK， 然后你看回这边呢，等一下呢，如果我再开火哦。 再继续煮它哦，它就会继续浮成一片。那我再捞起来，煮到它干了，我再加水，加这个豆奶水 ，OK， 就是这个过程一直跑，一直走，一直走哈、哦，它你就可以拿到很多倒闭咯 ，OK， 直到你的豆奶用完咯 ，OK， 就是这样简单啦、啊。过来回来一下 ，OK， 我们就给它跳舞了哦。 OK， 你们想看最后一个实验吗？还有最后一个实验是 popcorn 的 ，OK， 最后一个实验啊。但是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两个哈，我再解释多一次哈。让我 share 回去 screen 一下。OK， 我刚刚做了这个肉粑，这个倒鸡看到吗？我捞上了倒鸡。OK， 是从黄豆做的 ，OK， 黄豆呢是给我们蛋白质 protein。 protein呢，就是蛋白质，它可以让你长高，也可以让你长大 ，OK， 所以呢，你每天都要吃蛋白质的东西，就是这样子。鸡蛋也是很多蛋白质的，这个黄豆制成品也是很多蛋白质，还有呢，还有就是鸡肉咯，还有就是肉咯 ，OK， 我素食者，黄豆呢，我素食者 vegetarian 呢，黄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 ，OK， 然后我们之前那个 experiment 呢。 啊，哎，sorry， 就是第二个 experiment 啦，因为刚才就是要等嘛，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实验的了。第二个实验就是这个跳舞的米啦，哦，跳舞的米。
OK， 因为刚才我是 expect 要煮那个豆浆要一点时间，所以就把这个放在第二个。所以呢，其实你看啊，这个整个实验呢是有关系到二氧化碳的。OK， 当白醋跟苏打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二氧化碳。然后这个二氧化碳呢，就是气体，很多气体来的。OK， 然后就是小小粒的水泡，它去把那些米或者是 popcorn 拉上来。OK， 那个水泡就把它拉上去，然后破了过后，那个 popcorn 跟米就会掉下来，然后又下面又一直在出水泡嘛，就一直拉上去了，所以它就看起来很像是那个米在跳舞这样，上下上下跳舞这样。OK， 你们明白吗？可以开一下吗？开一下大家，你们看得懂吗？有问题吗？啊？哎 ，unmute 一下，可以我 unmute 他们吗？我 unmute 了，没有人要开。啊？家里。在家里看得懂吗？明白吗？明白哈、啊，想不想吃我的刀鸡呀？吃啊！你敢吃啊？真的，你敢吃啊？我要吃刀鸡、啊。你想吃啊？好啊，只有你支持我 ，Brian 哈、啊、，Brian 谢谢你支持我啊，我很感动哎。你住哪里啊？我拿刀鸡给你。富龙，哪里？龙华。富龙，富龙，我来了。现在是富龙哈，可是我不懂富龙在哪里，不好意思、啊。你讲华总的隔壁。华总的隔壁。我要吃。我也要吃。我就不要。怎么在那边哪里吗 ？OK。等我们做完最后一个 ，OK， 我们做完最后一个实验啦，准备。进来，是小空来教我。我不用教，是狗不。OK， 最后一个啊，等一下我share一下。Experiment three， 这个实验呢，就是 popcorn 啦 ，OK，corn 有很多种 ，OK。corn 呢？我们吃的那种。叫你不要按钮，你会听吗？我们吃的那种就是一条的哈，在哪里咬的那个哈，跟 popcorn 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普通的一叔叔啦。我们这个叫做 popcorn 爆米花 ，OK？ 因为 corn 有很多种啊，爆米花是其中一种 ，OK？ 不是每一个 corn 都可以拿来做爆米花的 ，OK？ 你只要去。杂货店买这个，你跟他讲我要买 popcorn， 他就会给你啊，他就是长这样子的 ，OK， 他是长这样子的啊。然后要怎样子做这个 popcorn， 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 planta 牛油 ，OK， 你要放盐也是可以。你如果你要做咸的 popcorn 呢，你就放盐哦。过后，如果你要放甜的 popcorn 呢，你就放糖哦 ，OK， 盐给我们咸的味道吗？糖呢就给我们甜的味道。所以你喜欢吃甜的 popcorn， 你就放糖；你喜欢吃咸的 popcorn， 你就放盐。All right， 然后呢，做这个 popcorn 是很简单的，只需要一个锅，一个这个锅哈，还有这个 planta， 要给它放在锅里面，给它有一点油性呐。OK， 然后就放这个 popcorn 下去就可以了。OK， 院长也是昨天才学会的，但是啊 ，before 我们开始呢，我想给你们知道 popcorn 是为什么呢？它可以。popcorn 为什么它会 pop？ OK， 给你看一个 video 哈。等下 ，sorry 啊。Topic。Pressure. Why does popcorn pop? Because popcorn is a pop dancer. Nah. Oh. There are a variety of corns such as field corn, sweet corn, and popcorn. Oh. However, popcorn is the only corn that pops. Huh? Why? Does it have some magical powers?
No. Oh. There are three things in a popcorn seed or kernel that work together to form a perfect popcorn. Those are an impermeable shell called pericarp, right water content, and starch. When we heat popcorn kernels, the water inside them forms steam and starts to expand, while the starch turns into a gel-like substance. Being enclosed, the expanding steam applies pressure on the shells. Eventually, when the shells cannot hold the pressure, they burst open, releasing the steam and gel. When this gel comes in contact with air, it rapidly solidifies, forming fluffy popcorn. It's sometime. Okay, right? 你知道为什么 popcorn 呢？还会 pop 吗？ 就是因为它里面呢 有一点点的水分哦，还有一个白白的东西，就是这个，spoiler我一下，spoiler吗？OK，你看到吗？看不到，等一下啊，我用这个去这个这个扛架跟它弄吹掉啊。 OK， 就是这个白白的东西啊，啊，就是这个，诶，在哪里？看不到啊，这个白白的东西啊 ，OK， 它出来就是白白的嘛，你吃的 popcorn 看到吗？你吃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爆出来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OK， 因为在我们放在锅里面哦，会有很大的压力 ，OK， 那个压力就把这个 popcorn 呢，逼它爆出来，逼它这个白色的爆出来。 过后就整个蹦出来了，你就可以吃了咯。OK， 然后就可以选你要的这个调味料，甜的还是咸的。但是院长喜欢吃，就是不甜也不咸，就是纯兰达的味道，纯这个牛油的味道，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OK， 接下来呢，来你转去那边。 我拿掉这个锅啊！你看又另外一层皮啊，看到吗？我先给你看这层皮先。啊，你看啊，这个倒皮啊，你看这层皮又出来了，另外一层皮，把它豆浆比较少了。我先拿上来啊，看到吗？你还敢吃吗？看我这样，这样子，<笑>如果收起来哈，这个要收起来哈，不要用了啊。我收在这边先。现在我换一个锅 ，OK， 换这个锅，噔噔。然后呢，我要放这个下去 ，OK， 放不然大，我开火先。 你放这个牛油在这边哦 ，OK。 这个真的是哦，我第一次学这个 popcorn 呢，我真的以前我也不会的，就是因为你们哦，我才有机会去接触，所以我要谢谢你们呐 ，OK。 因为没有想要教你们，我也不会去学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们让我学习多一样东西。 我要感谢你们哈！现在你把这个锅呢 ，spread 那个 butter 在上面 ，OK， 这个 prata 在上面。OK， 我已经开了火，你看到吗？它起泡泡了，OK， 有一点烧了哈。你给它 spread around 整个锅都有这个牛油。
哦，那个香味是你感受不到的。OK， 你叫你的妈妈在家里也做，你们就可以吃到 popcorn 了，自己做的 popcorn。现在 MCO 没有得去看电影啊，没有得买 popcorn 吃在电影院吃啊，不用紧，在家里自己做 ，OK， 可以吗，妈咪们？院长有外卖吗？院长有外卖吗？外卖。然后呢？就这样啦，这个 popcorn 呢就是这样简单，你看呢、啊，现在还有点烧了吗 ？OK， 那吗？然后呢，你就把这个 popcorn 呢放下去。不要太多了哈，只是做一个 sample 啊。你们要多再啊，你们要叫外卖给我讲了，我卖你们，开玩笑的啦。你看看得到吗？现在还有开始在，啊慢慢在 pop 啊，你看啊，有一个在 pop 出来，看到吗？那我拿上来给你看，我看它开始 pop 了。那在破的时候，你就快点盖起来 ，OK？ 这个就是破框吗？所谓的破框就是这样子的。要关小火啊！然后为什么它有一层蒙蒙的气在？就是那个叫做水雾啦 ，OK？ 因为里面有水汽嘛，所以它就会蒙掉啊，所以你就比较难看到。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 ，pop pop 的声音，对吗？我应该开声音，有吗？听到声音吗？雪清，你给我 mute 掉，你的电脑那边的 mute 掉。看到吗？你要自己去关掉，我们也没有用的。Okay. 我 unmute 不到你啊，你要自己去 unmute 你自己。OK， 就是这样子。OK， 刚才你们看到原本它是一粒一粒小小粒的，我你看它破出来，刚刚破出来的。OK， 这个就是 popcorn， 然后吃给你看到吗？嗯，不错，干什么？你 unmute 他们哦 ，unmute 他们，看他们要讲什么。来，需要吃可以给我订啊。我刚才吃你家的，我刚才是你家的。哦，不然这样子好吗？谁先拿到第一个一百啊，就是。一百粒星星哦，所以就可以吃到我的 popcorn。太久了。好了。那个大卡。在哪里？爸爸，妈妈，下面我写了上面。大家别聊了。哦，你自己剪，剪这个的。哇，好紧啊！来，我问问题啊，来。
放我回来可以吗？ 来，你没有叫什么人？我们来问问题啊。我问问题啊，那给他活下来。来，啊，来问谁？哎，邓丹，请问你，刚才我做了 Dancing Rice 会跳舞的米 ，OK， 会跳舞的米，这个啊，OK， 请问你。 是什么气体导致它上下上下？是什么气体在里面？你记得吗 ？What kind of gas that cause 这个？这边两块，这边这边二氧化碳。我up and down。天哪！二氧化碳。二氧化碳。 哦，对了，厉害 ，OK， 来，原来是老师教的啦，那个谁，冰冰，来，我要问你问题，刚才院长是放哪一个米，糙米还是白米下去，它会跳舞？个，什么颜色的？ 啊，白色。哦哦，答错了，不是白色，是巧克力色的，巧克力色的糙米 ，OK， 白色的米它不会浮上来，因为它太重了。你看啊，我现在放白色的米啊，这边有白色米啊，看啊，哦，也是会的。 但是很差，一点点上来而已 ，OK， 早上我做了很多次，这个白色米就是不会的，还好特地去买25块的糙米来做，知道吗 ？OK， 接下来呢？第二个问题，哎，第三个问题，我要问谁？嗯，言行好吗？言行，言行，你 unmute 言行一下。我是张宇。哦。 请问你，我刚才做的这个导机 ，OK， 这个导机是用什么做的？豆浆。豆浆啊？豆浆是用什么做的呢？黄豆。快点。黄豆。姜。黄豆啊 ，OK。 豆浆是用黄豆搅跟水搅成豆浆啊 ，OK。 然后呢？请问你？我问另外一个人，我问 Esther， 这个 soybean 呢 ？Esther， 开眼睛。Esther Tan， open your eyes， Elijah。 Esther， 来。 这个黄豆呢？这个黄豆给我们什么？我们可以长大的，给我们什么？蛋白质。对的，就是 protein， 蛋白质。OK， 它给我们长肉、长大、长高。OK， 这个蛋白质是很重要的哦。来，接下来佳丽，请问这个是什么？ 玉米，什么种类的玉米？我刚刚做什么？爆米花。对，爆米花的玉米啊，是做爆米花的玉米。玉米有很多种， 有那种 sweet corn， sweet corn 是拿来这样子拿来咬的，整只拿来咬的。 爆米花呢是专门拿来做爆米花的，这个 popcorn 是专门来做爆米花的 ，OK， 其他的 popcorn 可以做啦，记得。OK， 好了，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我有白粉。太过分了，你们还要吃倒鸡的吗？佳宇、佳丽。要吗？我要不要爆米花而已。
OK， 我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 Manson 开麦，请问你，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实验是关于到什么节日？马来西亚庆祝的一个节日，什么节？记得吗？我在想。啊？ 什么节？丰收节。丰收节，对的，马来文叫做 Hari Gawai， 英文叫做 Harvest Day。OK，Harvest 就是收割。OK， 丰收节呢，提醒我们要珍惜很多食物哈，我们每天吃的食物。来，我们接下来要跟你讲我们今天要学的主要的一些 moral 啊。 接下来我要分享啊，我们还没有拜拜的哈，我的 slide 还没有结束，啊，现在没有这样快结束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时间。OK， GAWAI is all about Thanksgiving， GAWAI 就是丰收节哈，是教导我们要感恩，要感谢哈。所以呢，你看 ，we should always treasure our family， especially our parents 啊 ，they work so hard to earn and provide us food， essential food。 我们应该常常要珍惜我们的家人哦，因为爸爸妈妈哦很辛苦的赚钱，然后煮东西给我们吃，买食物给我们哈。你看这个妈妈，又要抱孩子要去 shopping 买食物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白姨的妈妈一边讲电话啊，一边做工啊，然后一边要煮东西给她的 baby 吃，看到吗？以前你们 baby 的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很辛苦要照顾你们的，你们知道吗 ？OK， 接下来你看啦。 我们应该珍惜我们一家人吃饭的时间 ，OK？ 要珍惜哈，吃东西的时候就吃东西，跟家人一起吃东西，不要看电话啊，不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话的哈。OK， 接下来呢，第二个 ，We should never waste food as farmers are working so hard. 我们不应该浪费食物，应该。 因为呢，那个 farmers 呢，就是那些农夫呢，他们很辛苦来去收割这些食物，来去种这些食物啊，这些稻米啊，还有这些corn 啊 ，OK， 还有黄豆啊，都是他们很辛苦种来的。你看到这些人吗？他们在收割这个稻米，看到吗？太阳极热照着他们，他们也不能够休息哦，他们要快点收割，看到吗？ 很热哦，又很渴，很累。可是他们要弯着腰，你看他们弯着腰，然后要割 ，OK？ 然后你看到后面还有水牛啊，看到还有牛 ，OK？ 还有牛在把那个泥土哦弄软 ，OK？ 踏给它软，然后他们要重新种，放那个种子下去。所以呢，做农夫是很辛苦的，他们很辛苦种这些稻米给我们吃，所以我们不应该浪费食物。 在学校呢，你们吃完了饭呢，要给老师看一下，对吗 ？OK， 要吃很干净啊，不可以吃到一半啊，拿去后面倒啊，记得吗？所以每次拿去后面倒食物的，所以 OK， 记得啊，不可以浪费食物啊。你看这些农夫种稻、收割，到这样辛苦 ，OK， 第三个 ，We should not be picky on what food to eat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nothing to eat。 很多人没有东西吃，所以我们不可以选择吃东西哈。妈咪给什么吃你就要吃，妈咪给菜你吃你就要吃，妈咪给什么你都吃什么，知道吗？不要选东选西哈，不可以只是吃零食哈。你看到这个人吗？那有两个人 ，OK， 一个是他在把食物丢进垃圾桶，另外一个是他在垃圾桶这边要找食物，一个在那边写。 讲 I can't eat everything， 我不可以吃到完，我不可以吃所有的东西，我丢掉。可是另外一边呢，有一个很瘦的人呢，他在那边哭啊，他可怜到他没有地方，他没有东西吃哦，他要去垃圾桶那边找东西吃。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世界的不一样的角落哈，没有东西吃的嘞。所以呢，你们有食物吃，你们就要珍惜，不要只能选东选西，知道吗？ OK， 你看这个小孩子，这个是真人真事的，一个在应该是在中东那边哈，因为那边打仗嘛，打仗了他们就没有工作，没有钱，也没有钱买食物咯，因为打仗嘛 ，OK，
然后呢，他就 have to， you know， 在地上看到有什么就拿来吃，人家丢在地上的还拿来吃，你看他瘦到这样子，是不是很可怜 ？OK， 你们在你们的家几幸福，每天都有东西吃，啊，就不可以选吃，知道吗？妈咪给你吃什么，你就吃到完，明白吗 ？OK，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科学课堂就到这边了哈，所以我希望你们要明白哈，要明白就是要珍惜食物 ，OK？ 因为丰收节来得不易哈，他们每个 farmer 都很辛苦，农夫都很辛苦 ，OK？ 好了，来你 unmute 他们 ，unmute 了吗？阿米嘛，阿米嘛，你是一个一个阿米嘛？你是一个一个阿米嘛？谁在给我讲话啊？冰冰啊 ，OK， 好了，今天我们的科学实验就到这边结束哈。OK， 你们要跟院长讲什么？谢谢院长。要开麦，我听不到其他人呢。谢谢院长，谢谢院长，谢谢院长。OK， 需要吃 popcorn 的，需要吃 popcorn 的叫妈咪 WhatsApp 我啊。我要。啊，你叫妈咪 WhatsApp 我，我教你妈咪怎样子做，她就做给你吃了。OK， 我会做呀。院长，你 stop share。自己做啊，可以的话做好了，妈咪们做好了，可能你做报告或者是做导机，然后你拍照，拍照给我们看啊。OK 啊。拜拜。院长 ，stop share。拜拜，院长。如果你是有多少跟我讲。好啊。哎呀，很多次啊。OK， 我们要跟院长讲拜拜了，谢谢院长。你好，院长。拜拜。哎，把 popcorn 拍过来呀、啊，还有或者是倒闭啊。拜拜。